他是姚建平，国家级非遗苏绣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一针一线绣出时代风采，成为中国刺绣的一张名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有责任应该去把这个苏绣去守正创新。他是钱小芳，师从姚建平20多年，潜心钻研苏绣技艺，从精湛中求得至真。我在这条就是刺绣的道路上，我也会一直这样绣下去的，不放弃的。他们以针为笔，以线为墨，用灵巧的双手绣中国。本期忆江南带您走进这对师徒。因为这幅绣稿它不同于一般，它跟过去的仿古山水、摄影山水，这些真正写实的山水都不一样。它是一幅与往常一样，在一幅新的苏绣作品开始创作之前，姚建平都会给团队分析它的特点和绣制要领。今天他们开始要绣制的是有史以来尺幅最大的一件作品《锦绣长江》。因为尺幅之大，给我们带来的困难、问题、难度是巨高巨高的。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团队精神，我们要自觉地有这样的一种探索精神，来完成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样一幅巨幅。希望的绣出来的是一幅传世之作。对对对，姚建平的徒弟钱小芳作为团队的骨干成员，他也将参与其中，与其他绣娘一起完成这幅充满挑战的苏绣作品。刺绣在中国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发源于苏州的苏绣在三国时期就有用于服饰的记载。苏绣具有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精细、针法活泼、色彩雅洁的独特风格，与湘绣、粤绣、蜀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绣。2006年，苏绣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个坐落于苏州西部太湖之滨的小镇，是苏绣的发源地镇湖。在这里，户户有绷架，家家有刺绣。苏绣这门古老技艺，千百年来被心灵手巧的镇湖绣娘们以家庭代际的方式传承下来。因为我妈妈、我外婆、奶奶全部是来绣花针的，帮着妈妈穿穿针、分分丝、理理线，就是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长大的。母亲灵巧的双手在绷架上游弋穿梭，这动作就像跳跃的音符，每一个都印在姚建平幼小的心灵上。渐渐的，还是懵懂少年的姚建平觉得对于刺绣的喜欢胜过一切。1986年，20岁的姚建平到苏州工艺美术学校举办的刺绣班进行了3年学习，毕业之后被苏州市丝绸服装厂聘为刺绣老师。工资待遇也蛮高的，要比一般的收入高，这不是我要的，这不是我的目的，我就得要去，就是要学习，就是苏州刺绣研究所啊，他在全国的刺绣界非常声誉非常高，就心心念念就是要去学学，但是呢进不去，就看都看不见。求学无门的姚建平，终于在1990年遇到了其刺绣艺术道路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徐志慧。这位精通动物绣和人物绣的苏绣大家，刚从苏州刺绣研究所离休，精湛的苏绣技艺让姚建平折服和崇拜，最终他如愿拜徐志慧为师。
家里边所有的人都无法理解，但是我想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我肯定要去，我不顾一切的我得要去，然后就把八个月的孩子放在家里给了奶奶，奶奶也不同意，她不允许我去，不允许我去，我也下了决心，所以我一去就是4年。4年，1400多个日夜，不论严寒酷暑，姚建平每天练习超过12个小时。在徐志慧的指点下，姚建平逐渐领悟到刺绣要把绘画的美学、摄影的光影变化、透视以及色彩的表现手法融会贯通，并通过各种针法的运用呈现在作品中。日复一日，姚建平的刺绣技艺得到了飞速成长。我真的是感受到了从将就到讲究，就我们平时做的呢是一些工艺品，它是一个大致，一直到了96年，我独立完成第一幅肖像周恩来总理。这幅周总理肖像绣，配色精妙，针法独到，线条细腻，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周总理深沉凝重的思考神态，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力。1996年，姚建平凭借这幅作品，在高手如林的镇湖刺绣精品评展中，获得唯一的一等奖。此后数年中，姚建平又以4幅力作，4次摘得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成为领域内获此殊荣最多的艺术家。1998年，苏州镇湖提出以绣立镇的目标，为了将刺绣业发展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政府打造了一条1.7公里长的绣品街。此时，姚建平面临着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我也非常纠结，说实在的，就是去开店，那么他一下子把10年付出的这些就可以一下子能够兑现，但问题是，我也看到了苏州研究所的青黄不接，那么所有的艺术在我们这一辈人身上如何去发扬光大，如何去传承创新？于是，就我放弃了纯粹的市场，成立了政府刺绣研究所，我们开始建团队，带学生。一扇门隔开了姚建平与市场，逆行者姚建平开始探索苏绣在这个时代的传承、创新与发展。就在这一年，一位姑娘走进了这扇门。第一次见我们小芳，我们小芳那个时候还只有10几岁，你一看她，她就是一个非常文静、适合于刺绣的绣花姑娘。我母亲就是经常都是做这个刺绣嘛，我会在边上一直看着。那做了一段时间，感觉就是想对自己那个要求会更高一些。那我就跟我母亲提起来，我说我想就是出门拜师学艺这个事情。是我的表姐家的孩子，她说就把小芳就是放在我身边，让我一定要把我的手上的功夫就是能够带她。这好啊，那就来啊。踏入师门，钱小芳从最基础的花卉类题材开始学起。不久，她便遇到了刺绣学习的第一道门槛——丝理。丝理是指刺绣线条排列的方向，在绣制花卉或动物时，丝线的排列走向必须与植物的纤维组织以及动物毛丝生长的方向一致，才能逼真地呈现出物体的凹凸转折、阴阳相背。这也是刺绣艺术门类独有的技法和特色。小小的一朵小花，那你丝里走整，颜色走整，你的针脚走得漂亮，那么这朵花
是像这个玉兰花，它是嫩的，它是鲜活的。那如果说你的视力走不准，颜色更加弄不好，那这朵花呢，就是它是不是那么鲜活，它却看上去就是生硬。刚开始没来学之前是对视力不是特别的了解，只知道一朵花瓣嘛，就这样直直的就坐下去，就是不会去想着应该怎么去转变让这朵花更加好看，这些都是不懂的。就所以你坐的时候先帮你画一下这个花瓣，这个视力是怎么走向，它会帮你先画好，然后你再动针做。一个大壶嘞，他说每针就有咱们那个那也不对了，每针叫他都嘛磨米色，最那个大壶。钱小芳在姚建平的指导下，逐渐领悟到丝线行走的奥秘，也学会了将它们构建成一幅幅生动传神、栩栩如生的作品。老师会给你讲的一些遇到一些问题，我可能一下子消化不了，但是我会加班加点的，我会去做。如果不行，我就拆掉再重做。他一直是这样的一种兢兢业业、诚诚恳恳、勤奋好学。那么因此呢，我也毫无保留的就是鼓励他，就是不断的去教他，所以他是比较系统的。他从花卉到动物到人物，前面试了。随着时间的积累，钱小芳的作品和获奖证书越来越多，见证着他愈发成熟精湛的刺绣技艺。而在难度最高的人物肖像绣不断精进的道路上，钱小芳在姚建平的带领下加入到了一项极富挑战的学习创作中。你怎么样再去突破，你怎么样再往前面走，这个艺术的东西是永远无止境的。你到80岁，你有这样的探索的这种好奇心，他还在往前走，那就有趣了。2015年春节，姚建平收到一封时任墨西哥总统涅托的来信，信中称赞他的作品精美绝伦。而这仅是姚建平创作的众多件国礼中的一件，与自主创作不同的是，苏绣国礼的制作往往是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别人看到的我们都是一些荣誉，实际上我们承受的内心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的国礼是他代表着国家最高的一个艺术形象。肖像一般来说我们通常要8个月，但是像女王肖像、夫妇俩肖像，我们只用了都是3个月却5天。我带着学生，就像我们钱小芳，她其中一个核心就是我们24小时就在我们的工作坊。因为那幅作品是很赶的，特别的要紧，就是晚上两个人一起做过通宵。在这些探索的过程上面是难忘的，以及在日日夜夜就是24小时，这些孩子们伴随在我身边，一直伴随到今天。我对他们一个整个的一个成长都在我身边，所以我承载的这种责任也是巨大的，我一定要就是带着他们把他们带出来。为了这个刺绣的创新的研究，为了在这条路上孜孜不倦的探索，我们的感情、我们的行为完全是一致。姚建平用10年的时间，把一个人的信仰变成了一群人的追求，作品、团队、品牌，使他站到了苏绣艺术金字塔的塔尖。然而，
他开始思考，苏绣这一传统手工技艺在新时代下该如何去表达。我们怎么样把时代性用我们的刺绣表达出来，我们不能重复过去。那因此呢，我就提出了一个绣随时代，绣一定要跟随时代，一定要与时俱进。从2000年开始，姚建平把苏绣创作的主题融入时代发展，用银针和丝线勾勒出家国天下，创作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巨幅苏绣作品。那么在这些剧作当中，我们为了要体现我们现在伟大的时代，所以我们在尺幅上是完全超越了。这个问题就是尺幅巨大，里面内容丰富，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这个苏绣的这种单一的某一种针法它实施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脑洞大开，就是要吸纳全国刺绣的一些特点和优势来进行融汇，龙针绣那就是这样产生的。2015年12月，真容百家一开心境姚建平刺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姚建平30年来创作的精品力作悉数展出。那这一次呢，姚建平老师的这个作品在中国美术馆里展览，是刺绣在国家最高的殿堂美术殿堂展览的一个先河。那么在他的所有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具有创新意识的，同时他对苏绣的传统的记载，对苏绣文化精神的理解，以及他的艺术的表现形式，他是博采众家，形成了自己的一个独特的面貌，也是开创了苏绣的一个新的天地。在姚建平看来，艺术探索永无止境，对刺绣艺术的热爱促使着他不断突破曾经的自己。2021年5月，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姚建平带领团队历时1年完成的原创苏绣作品《初心盛放》，以中共江苏省委的名义敬赠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中共一大纪念馆收藏并陈列。4个月后，姚建平领衔200多名绣娘完成的《锦绣长江》在第13届中国刺绣文化艺术节的开幕仪式上首发亮相。这幅宽16.5米、高4.45米的巨作，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丝织绣品。姚建平的融针绣一次次将细腻的针线笔触融汇成气吞万里的豪情，让以清丽婉约见长的苏绣完美走进大型现代公共空间，让传统非遗在新时代迸发出了新的生命力。我女儿那一代，包括我们小芳，未来能够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能够持续的把苏绣这样的有温度的有品质的走得更远，推广得更广，走向一个真正的国际化、时尚化、生活化。姚建平和他的团队凭借心中对苏绣艺术的执着，在针尖的方寸之地勾勒出夺目的繁华。苏绣也在他们数十载的坚守中接续古今，融汇中西，更是融入这个时代，代代相传。